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代理的房子25号 Hurlingham Crescent Toronto。 25号 Hurlingham Crescent 属于多伦多的 C13 区，叫 Banbury Downmill 社区。这个社区紧邻的西面的跑马径社区，大家知道跑马径是加拿大最顶级的一流社区，然后这个社区就离那跑马径非常近。这个房子是建于2007年，它的正立面为石头的结构，然后它的占地面积是9461平方尺，相当于中国的876平方米的占地面积。车道是刚刚完成的 interlocking 的这样的一个车道。这个房子的 lot size 非常大，前面的面宽是56.5，后面是85尺的宽度，我们的深度是140尺。这个是房子的后院，配上这个非常大气的样 deck。嗨，欢迎大家来到房子的内部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房子的面积有4272平方尺，一楼的层高是10尺，二楼的层高是9尺，带着非常漂亮的天花线。进门的门厅非常大气，也非常漂亮，是大理石的台面。好，让我们走进厨房。这个厨房是非常漂亮的古典的橱柜设计，大理石的台面，非常漂亮的一个走餐厅，格局结构都非常好。然后您的厨房的位置是我们的家庭厅。二楼除了四个全部套房以外，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，是我们一楼门厅进来上面的天窗，天窗下面的这个二楼的走道，把四个房间全部隔开，互不干扰，然后带有我们非常漂亮的这些铁艺，而且是古典设计的。好房子不一定带桑拿房，但是带桑拿房的一定是好房子。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 Master Choice 的经纪王飞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星期六跟星期天的2点跟4点，会推出这个房子的 Open House， 希望大家有时间一起来参观我们的 Open House， 谢谢。